近日，大波明星被拍疑似恋情曝光，华晨宇与一位神秘女子同行，二人手牵手当街散步，非常恩爱。有网友扒出这个女生正是演员王月一，坐等二人官宣吧。大龄剩女任嘉萱近日也被拍到恋情了。近日有媒体拍到神秘男子开车接任嘉萱下班，二人手挽手一起回酒店，相当大方。随后 Selena 发文官宣恋情，春暖花开，我的春天也来了。德云社的少东家郭麒麟也在春天被爆出恋情。三日，媒体晒出郭麒麟与一位神秘女子压马路，当时二人聚餐完，正在街上，不知谈论什么，女方侧身亲了郭麒麟一口，场面相当甜蜜。有网友通过头发长度以及五官对比，推测该女子很大可能就是蒋依依。随后蒋依依也发文自己澄清，表示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，小蒋长这么大还没喝过酒，那就只能等郭麒麟的回应了。